多仙山，峨眉渺南陂。1300年前，青年李白来到这里，发出了如此感慨：峨眉，巍峨秀丽，既是道教仙山，也是佛家圣地。万物天地之精，钟灵毓秀之德，峨眉山也以其灵秀，为中华民族孕育了独特的武学流派。峨眉武术与少林武当并称为中华武术的三大流派，以灵巧迅猛著称，在西南地区得以独占鳌头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文武双全的名臣唐顺之在观看了一场峨眉道人的武术表演后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忽然束发一顿足，牙石迸裂惊沙走，去来星女智灵缩，妖娇天魔翻翠袖。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这场表演，也展现出峨眉武术如神似魔般的快速敏捷。这样的技艺曾让400多年前的古人惊叹过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有幸见到。王超今年56岁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。峨眉武术就在这一招一式中流传千年，也发展出了丰富的种类。峨眉呢，就发祥于我们这个峨眉山，它的历史呢，我们追溯的起源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个武者后来隐退过后，在峨眉山修炼，他创编了这个峨眉通背拳，以及他的员工剑法，流传至今。四川人他自然就是在这个崇山峻岭当中生活，他自古以来这个习性就是属于装饰比较稳健，然后呢动作呢是比较灵巧灵活。白猿通背拳为战国武师司徒玄空所创，模仿猿猴之势而不取猿猴之形。通背即力由背发，两背通灵，其打击动作讲究放长击圆，轮臂成圆，整套拳法协巧用功，交错攻击。黄鳞拳又称龙拳，是峨眉武术中的象形拳术，技击特点以拧腰转胯活肩旋肘为主，借力使力，矫健柔韧。峨眉拳相传为南宋一道姑始创，初为出家女子的防身术，讲究不以力敌，应以法胜，拳不接手，后发制人。峨眉拳法灵活多变，在兵器上更是将峨眉武术一以贯之的灵巧发挥到了极致。前它是女孩子的发簪，是由女孩发簪演变过来的，又名叫分水刺。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短小。